女人迷，日本是怎么就说呢？女人楽、楽しいですね。女人楽の読者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日本から来た中国語で書く作家の新人やるさん、新井一二三です。我最想说的是，那个能通过中文、英文这样的外语哈，来跟不同地方的、不同年龄的读者哈，有那个互相在精神上有交流的机会，我觉得很棒的。过去的20年都是那个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写作，一有机会能坐下来写作，我就马上可以写，不需要什么那个仪式，因为我没有。坐下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坐电车的时候了，或者那个站在厨房里面做饭的时候啊，都在脑子里面是一直想，一直进行思考啊，下一次坐能够坐下来，因为对我来讲，那个能够坐下来写作是比较那个难得的机会。像我这样有那个限制的人士，那一有机会就马上可以开始写作，所以我不需要什么仪式的，有限制有时候也是好的，瓶颈就是。就是想不出写什么东西好，有这种瓶颈是会有的。但是现在就幸亏在那个网络上始终有很多世界不同的地方来的消息啊，就是那个一上网看那个脸书上就不同的地方的朋友现在说的什么事情啊，那就马上会有反应嘛，就是跟别人说话一样，看到了别人写的东西，马上就有反应，要写出来，所以就可以能那个通过了那个瓶颈啊。我想问的就是，当你写传记的部分，或者像自己的生活写在文字上的时候，你有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为什么我也说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对大家有什么的重要性？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我会有一点犹疑，不太肯定。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小时候呢，我自己的那个生活环境是很小的，但是我通过看书啊，可以去看很多不同地方的人的故事。那么对我来讲哈，阅读和写作的那个乐趣和意义，在于去通过别人的经验来看，广大人类的经验呢。